管理与资讯学系毕业生请起立，请管理与资讯学系郭秋田主任推荐管理与资讯学系毕业生。本校管理与资讯学系97学年度毕业生邱淑丽等，上学期计有127位，下学期计有116位，而系共有243位经修满规定及学分总数成绩及格准予毕业，倾向校长推荐，请依学位授予法授予管理与资讯学学士学位，推荐人管理与资讯学系系主任郭秋田。谢谢。也请管理资讯学系毕业。